大家好，我是芒果。今天我们来介绍一副卡普敏明配四二真龙的牌组。来，首先我们看一下智慧星，它特性是一回合一次把手牌补满三张，那攻击打60滴，那这招应该是用不太到了。那看对方前牌能量数乘以20，那对方有三颗的话打120。 OK，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主角卡普敏明，它特性非常非常的强大。当它从手牌下到后牌的时候，它可以任意的把自己场上的电能量吸到自己身上，你想吸多少就吸多少，吸完之后呢冲到前面去，听起来好像怪怪的。好，冲到前面去之后呢，来第一招打130滴，第二招打 G 叉，就是对方的全场的能量数量乘以50，所以对方全场如果有五颗的话，我们就可以打到250滴。哇，这个超级的痛啊！这招也是非常非常的 OP 哈。好，那卡普明明就是我们主角嘛，来看一下我们的配角跟副打手，好不好？算是配角跟副打手。来，那这个的话，我放这个的话，因为是我们没有小丑，所以说我芒果就改放 SM6 的。这是6还是7啊？ 6吧， 6的图贝比。好，接着就是我们的四二真龙。四二真龙它的特性是一回合一只可以使用是捡一个墓地的基本能量冲到自己身上。那各位有没有发现了？来，冲到自己身上之后呢，如果我从手牌下出去我们的明明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把两只四二真龙的电能量吸到自己身上，再手贴一颗就可以打出130的伤害了。哎呦，这个还不错的感觉，对不对 ？OK， 那接下来讲一下我们的四二真龙招式好了。当自己的奖励卡剩下三张的时候，你可以80加80，哎呦，就打160加个头巾190，也是相当的痛了。有没有发现？好，那这个看用了还不错啦，这张四二真龙。那四二真龙的话，其实它的招式160不一定打得出来就是了。好，那这个80的话，也许可以秒掉对方的小只的基本宝可梦，也是有可能的哦。OK， 好，那大概就这样配了，非常简单。其实玩法非常非常简单。但是芒果觉得非常非常的强。好，等一下我跟各位讲为什么非常非常强。好，接着就是我们叠叠两张，来看一下电针。电针我们放了4张，四张的话，它就是使用一次之后，把自己的电系宝可梦攻击力加30滴。那我们的敏敏的话，如果加个头巾160嘛，加个电针变190，哎呦，190也是非常非常的痛，有没有发现？好，那再来。我们能量转移放了一张，就是以防能量真的不够的情况下，可以来转移给我们的四二真龙，或者是叠叠，或者是智慧星来做攻击也是可以，因为有时候可能真的是没办法做，用其他的宝可梦来做攻击的时候，你只能这样做了，对不对？好，那这个放一张就是以备不时之需了，但是不一定用得到就是了，因为正常基本上来讲，我们还是用敏敏在做攻击，对不对 ？OK， 好，那最后的话就是我们的来宝藏。啊，不是最后啦，宝藏的话丢一张手牌，然后从牌组拿一个超能力或者是龙系的宝可梦到手上，那超能力马上就讲到，就是我们叠叠跟四二真龙没有问题。那单价一张高级球4张，来看一下以太乐园。以太乐园的话完全就是为了我们的敏敏 G 叉而生的，因为它可以减伤30滴齁，基本的草系跟电系宝可梦减伤30滴。这么说起来，我们的敏敏伤害血量就变成200滴，那200滴的话刚好190跟200是一个界限，所以不太容易被秒杀，有没有发现？所以可能差10滴，那差10滴的话怎么办呢？来，各位看到我们的阿赛放了3张，哇哦，2张，对不起，说错了，2张阿赛。那阿赛的话，其实这副牌说真的，并不太怕扑伤。并不太怕扑伤的那个牌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如果遇到扑伤的话，我们只需要小四二放个2只，然后敏敏的话一直这样子换来换去这样打，然后真的是受不了的时候，直接用我们的敏敏，用我们的阿塞罗拉直接把敏敏回手，之后再下一次再把能量吸过去，哇！各位有没有看到，这就是 combo， 这就是我们的 combo， 好不好？所以说这副牌其实并没有很怕扑伤，甚至说很多牌组都不怕，为什么？因为它的伤害其实也可以撑到160可以杀谁？就是杀我们的液氮树，现在非常非常夯的液氮树血量就是160滴，有没有发现？那160滴的话，那我们是只要一个电针打一个针就可以打掉它了，哎呦，打掉它的话它还不一定秒掉我们的敏敏呢。那打不掉敏敏的话呢，我们换别只敏敏上去继续打，那如果真的找到机会的话，我们再用阿赛把那只受伤的抓回来，再换位再继续打，哇，这个就是一个 combo， 有没有发现？所以说我觉得阿赛放2张好像有一点点少，如果你想改3张的话我也没什么意见啦。好啦，我就我们改3张好了，好不好？我就可能比较喜欢3张。好，我们阿赛改3张好了。来看一下 SM8 的新场地齁，它这个是减少自己的电系宝可梦一颗电能量的攻击费用。那所以说我们的敏敏正常来讲只要2颗电能量加场地的话就能做攻击了。欸，非常非常强大的一张场地卡。好，那古之马3张，莉莉爱3张，来这个看一下电池齁。电池拿什么东西？当然拿电能量嘛。电能量跟什么？电针嘛。这两个是比较常常用到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真的伤害差一点点的时候，我们电针补刀用 ,OK, 多一个30的伤害
也许就杀掉了。再加上电能量，为什么电能量？你看，如果我们两只四色真龙出来了，两个特性出来了，那我们明明上去，哎，少一颗能量怎么办？这时候我们的电池就可以直接抓出来一颗电能量，再加一个打针，直接攻击就跟上去，有没有看到？直接跟上去了。嗯，好，那大概就这样子吧。因为这副牌说真的很简单，又很好玩，好吧？那马上来测试看看。那这副主轴就是敏敏了，好不好？以敏敏做主轴，然后我们的四二真龙为副手，好不好？为副打手，那加上功能牌，那是非常非常的好玩了。来，电系的看一下，敏敏巨叉，来吧，宝贝。很多人在问芒果说，哎，那电系的，哎呦，裂空是不是？好，裂空的话，我们也许可以打哦，也许可以。那很多人在问说，哎，芒果，这个要怎么打嘞？那什么东西？先手哦，先手非常好，就是说电系好像你拍的很少嘛，对、啊，没办法，那我就只好研究一副敏敏来打看看，好不好？上次我拍电系的时候，好像是，好像是什么时候？想看看哦，好像是秋龙炮虫的时候，是不是？哇，好久了，真的好久了。因为电系说的能玩太少了，那下副一副我试试看有没有办法玩那个什么雷丘，好了吧？雷丘好像不错，对不对 ？Hello， 裂空哥哥。来吧，裂空刚好就是说，我们是有可能秒杀他的，但是他也有可能秒杀我们的，所以这时候呢，就要看情况来打了，好不好？看情况打，所以也不一定，说不准啦。来吧，嘿嘿，别发呆啊，哥哥，我们没有怪物哈。但是我们先守，所以没关系。等下看看起手是什么东西。那敏敏这样的话，我必须要一个头巾再加打一根针，才有办法秒掉我们的裂空，对方的裂空，对不对？那裂空的话，我们代表说我们狙杀杀一只，然后第一招杀一只，那最后一下可能就交给另外一只敏敏了，好吧？大概这样子啦。好，敏敏在前排的话也没问题，就这样子吧。那场地的话可以下，因为对方裂空的话应该是没有场地，好吧？应该是没有场地。那没有场地的情况下，我们等一下哦，撤退用了是不是？好，那先这样子，来，我们丢一个这个场地有场地可以下啦，因为裂空应该是没有那个。来，直接抓我们的这个小四二出来，场地可以下，没关系，因为对方吹风机也吹不掉嘛，我们直接阻拦。必须赶快再做一张那个小四二可能比较好，有没有小四二？没有小四二是不是？没有小四二的话，我想想看哦。哇，都没有小四二哦，尴尬了。好吧，没关系，先这样子吧。结果我们连那个都没有，我们连绿牌都没有，尴尬了。结果三张敏敏要干嘛？好，那他这个应该会拿裂空吧，吧吧。我等一下拿个叠叠，我就秒你，哈，我就秒你，我跟你讲，好，裂空座，哎呦，对方是高版本的哦，高版本对决。那这副敏敏强不强呢？芒果觉得还好，还 OK， 还不错。那就是一个，电器为主轴的牌组啦。那伤害的话，你要撑起来的话，还是要靠赛啦，看能不能抽到电针，好不好？有电针，有头巾，190也是不是梦啊？哎呦，等一下，你要干嘛？手贴炒能量，然后直接哦，好，那等一下我看看有没有办法搞他哈，我看有没有办法搞他，我也不确定。他应该拿糖果跟炮虫，还有一张绿牌的吧，我在猜的。是我不会撤退耶，哎呦，等一下我想看看哦。好，先这样子好了。来，冲上去！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做攻击了，对不对？那可以做攻击的情况下，我们等一下必须要看有没有头巾跟电针。有头巾跟电针的话，我们就能秒他，对不对？好，电能量的话，先不要贴给他好了。贴给谁？我想一下、
好贴给他没关系。啊，我觉得我应该贴给他，有贴错了，对不对？因为明明可以用 C 的，好吧，算了，没关系。来，那我们的爹爹直接开一个啊，没有放裁判的，没有放裁判，我们开竹篮吧。那他等一下是有可能秒掉我的吼，是有可能的吼，所以说这回合看我们有没有办法秒他。哇，没办法，没办法秒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打吧，先打再说，好不好？先打一下，我想看看怎么打比较好哦。嗯，好，130。来吧，宝贝，你要怎么做？他如果裂空跑掉的话，其实我也不怕啦，因为等一下我骨之马用这只沙也是 OK 的。有没有？好，糖果直接进化救龙炮虫。那这一回合，我的敏敏是有可能被杀掉的哦。那被杀掉就被杀掉吧，那没办法了。你看这能量转移，等一下可能用得到哦。好，裂空座再一张。那看一下能量下多少？一、二、三、四、五，加150，所以还必须要再走贴一颗。一二三四，哦不对哦，还要再一张头巾哦，不然就再一张裂空哦，才有办法杀我。OK， 好，特性两张，好，竹篮，等一下，他如果换这只上来的话，我们这只也可以开 G 叉杀掉他哈，所以没关系。不过我还是偏向先不要开 G 叉啦，我觉得啦。好，墓地有一颗电能量哈，一二三四五，好，插一下，来插一张头巾，再下一张裂空。哦哟，居然没有杀掉我！来，各位看到我现在没有那个哈，我现在没有那个，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直接来跟他玩一下好了。来，来一张，两张，来我想一下哦。那这个的话应该用不到，对不对？用不到的话我们就丢掉吧。好，用不到丢掉吧。来，再张四二，我想杀这只哦，怎么办？我超想杀这只的，怎么办？我杀他这只的话，等一下他是杀得掉我的吗？150，刚好开 G 差150杀掉他，不要不要！我觉得我直接跟他对方拼了啦，因为我觉得我不一定会输啦，你知道吗？我不一定会输，所以不用担心，我觉得我不会输。好，直接冲一颗能量到身上。你看我们场上满满的电能量，所以我们等下敏敏怎么换都可以，有没有发现？那怎么换都可以情况下呢？等一下来有没有阿塞？阿塞的话就还不错哦。没有阿塞是不是？好，那这个场地应该我们用不太到了啦，所以说等一下我们再试一下看吧。来，直接开巨杀。那他只能派电工出来杀我啦哦，有阿塞太好了，哎呦电针太好了，来来来，有电针太好了。有电针是最好的情况下，我再跟你讲为什么？因为我们等一下可以用这只来跟他打。我们用这只来跟他打的话呢，代表说，我等一下再教你们好不好？他杀掉我，应该杀掉我了，我再猜应该杀掉我。那他现在拿电能量，可以，他这次一定可以杀掉我，他一定可以杀掉我。那我们这手牌还不错吼 ，OK 啦，还可以接受啦。你看，其实我们就跟你讲阿塞的这个这个道具人物卡的话，基本上是对到那种魔牌系列的魔牌的比较好用。例如魔牌的有谁？铺伤流的有没有？铺伤流的，或者是我想看哦，蜥蜴王也许可以打。好、哦，那个什么椰蛋树也许也 OK。还有个最恐怖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喷牌，喷牌遇到这一副牌的话，其实我说真的。有一点亏，因为我们可以疯狂的换位，可以疯狂的拿能量，有没有发现？那疯狂这些疯狂的弄能量之后，对方就算怎么敲我能量，我也不怕，我完全不怕敲能量。好，那他现在可以打180了哈，他特性两颗，好180杀掉我。那杀掉我情况下呢，我会用这只来跟他打，为什么？因为等一下我剩下三张奖励卡的话，我的这只第二招，我的第一招它的攻击附加效果直接可以打160滴，我加一个头巾就可以秒他了，有没有发现？好，所以这样就这样子，所以我等一下会拿，应该会拿头巾吧，好不好？拿头巾跟电能量，
OK， 他现在打210滴，超级超级痛啊，非常非常之痛。记事本应该是洗回去，我们看一下，竹篮哈，应该是竹篮没错。OK。哇，超痛！我真的觉得痛到歪头啊，真的超痛的。好，我们用小四二阵容跟他打哈。好，用小四二阵容的话，我们直接开这个来。我们拿一张头巾加一张电能量。哎，没有电能量了。有啊，不要吓我好不好？好，头巾跟电能量。来，这个给他。来，这个特性一颗。好，这个再特性一张。好，我们这个可以打80滴，对不对？来，80滴就这样子吧。来，直接揍。好，一二。莉莉爱来吧宝贝，哦，好，那这次的话他的第二招是当头自己讲只有奖励卡剩下一张的时候可以攻击90+90、哦、那还不错，不过只有一张的时候才好用啦，所以他可能是拿来当撤退用的。好，电池，电池应该是拿电能量跟一张那个什么宝藏，应该是宝藏，或者是单价吧，我在猜单价有可能。不对啊，单价他两张都喷掉啦，我看到啊，两张都喷掉，对不对？一张用掉嘛，一张喷掉嘛。哎，他拿什么啊？对啊，两张都没啦。难道是能量回收吗？哦，好酷哦，这叫宝可梦领航员。有人教我，对不起，我昨天拍那个什么。瓜牛的时候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好，他现在打多少？一二三四，120，差十滴。好，手贴一颗。你各位，你看，我等一下用敏敏打也可以赢，我用这个打也可以赢，你会发现酷哦。好，那其实我觉得对方这个裂空可能在测试中，所以组的并不是太顺。那这样的话，我们直接派来四二真龙直接做秒杀就好了。你看，所以四二真龙可以当副打手，也可以当功能牌，我真的觉得超级猛的啦。有没有发现？来，直接给他哦，不对哦，对不起，我搞错了。哦，不要，没关系，算了。哎，这个是要看自己的奖励卡 ，sorry。好啦，不过没关系啦，来，我们直接做撤退就好了，好不好？好啦，我表演给你们看啦，表演给你们看啦，真是啰嗦。来，我们直接把。这个敏敏吸回来，有没有？这就是我们的 combo， 直接再换上去。因为我们是赢定了啦，所以没什么差啦。他以为我杀不掉，对不对？你错了。打针，好，190滴杀掉，嘣！你看，超级灵活，这外真的是超级灵活，灵活到翻掉，真的超灵活的。伤害有，哈，充能有，然后换位有，然后又有回手。那叫什么啊？这叫什么啊？回收的手段也有。你们阿塞尔放了三张嘛，非常不错。所以说，只要你没有被杀掉的话，基本上这副牌是几乎是很难死掉。有没有发现？很难死掉，真的超猛的。我刚刚继承我的奖励还是三张啊，所以说派了小四二上去，总共没什么差啦，因为我们赢定了啊，对不对？没有什么差。OK， 你看超级猛的四二真龙配敏敏，哇，好猛啊。OK， 那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啦。那刚刚可能需要改进的地方，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吧。好像也没有吧，只是起手太衰而已嘛，对不对？那这个场地的话呢，其实你要不要放无所谓啦，好不好？这个场地我觉得很好用，但正常来讲一开始有用而已，到后期的话，因为你能量数已经够了，你能量数已经冲起来了，所以你能量数够的情况下，一定是放以太乐园来增加你敏敏的生存力，有没有发现？生存率够的话，那就是可能必须要靠三张奖励的话打出它这个的伤害160的伤害加头巾190 ，OK？ 那所以这副牌。我觉得很简单，好不好？那强度的话也是非常非常强。那喜欢敏敏的或电系的宝可玩家的话，你就来组这一副吧。OK， 喜欢芒果的片，帮按个订阅及分享小铃铛开起来，像我直播的时候看到啦。芒果最新动态都在我的粉丝页 IG， 记得按赞，拜拜。